建筑二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三、本案依据《文化财保存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案二，大同区迪化街一段132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决议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二、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三、本案依据《文化财保存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案三，北投区民德路51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本案决议不同意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及不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案四，大同区安西街9巷467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决议不同意指定大同区安西街9巷46号为直辖市定古迹。二，本案决议同意登录安西街9巷46号为历史建筑。三、本案决议不同意指定大同区安西街9巷7号为直辖市定古迹。四、本案决议同意登录大同区安西街9巷7号为历史建筑。五、有关历史建筑公告事项再提送本审议会审议。案五，中正区博爱路2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决议同意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二、有关直辖市定古迹公告事项再提送本审议会审议。案六，直辖市定古迹原台北信用组合收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案，结论因资料不足缓议。案七，万华区康定路84、86、88、90、92号及内江街91、93、95号文化资产值审议案，结论本案决议不同意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及不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案八，历史建筑临安泰古厝收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案。结论本案决议修正后通过。案九，大同区迪化街一段329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决议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二，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三，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案十，社林区社子寮地区新增7处历史建筑公告事项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决议同意历史建筑公告事项。二，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三，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案十一，中正区白色恐怖建制受难者纪念碑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本案决议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及史迹。案十二，万华区马场顶行厂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决议同意登录为史迹。二，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三，本案依据《文化财保存法》史迹登录及废止审查办法办理后续事宜。以上会议记录经审议会同意备查。好，谢谢。各位委员针对上一次的会议记录有没有想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准备备查，进行下一个。报告案169年度私有化资产的专案第一部分，主席会的主席报告案，请说明。一，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8条、30条及《台北市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建筑群考古遗址史迹文化景观补助税要点》。二，办理情形：一，本市109年度私有文化资产补助金堂门，应面新台币500万元，扣除108年文资局补助支配额款188万2500元；109年私有文化资产补助金堂门上余311万7500元；109年度私有文化资产补助资本门编列6000万元，扣除108年文资局补助之配合款1075万元；109年度私有文化资产补助资本门上余4925万元。二，本案为第一阶段申请，未立预算执行效能，仅申请单位于前一年度11月底送达，并依本局先行审查作业，先行办理审查作业。第一阶段108年12月2号截止收件。本次申请核定分配状况如下：
一、私有文化资产补助经常门，本局受理申请九案，建议核定四案，分配补助经费310万元。二、私有文化资产经常门资本门，本局受理申请九案，核定建议八案，分配经费补助952万6056元。三、本案经核派经常门，由邱华委员、李前朗委员、杨仁江委员、蔡云朗委员及刘淑英委员组成专案小组，108年12月10日召开审查会议。会议记录详附建议。资本门由邱华委员、李前朗、李旭良委员、黄世娟委员、刘淑英委员及戴宝春委员组成专案小组，108年12月19日召开审查会议。会议记录详附件二。未利文化资产保存及修复再利用有关补助审查案，系具备修复及再利用计划管理维护计划者优先补助。经核定分配结果如下：一、私有文化资产补助经私有文化资产经常门，一、是赤壁古迹原籍基督教教会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和管理维护，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70万元，以前数经费概算数如果80%以60万元为上限。二、赤壁古迹城址新堂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100万元，以前数概算经费以前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为80%，以80万元为上限。三、制定古迹地方区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和管理维护，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125万元，依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100%，以120万元为上限。四、制定古迹学海书院经高市中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45万元，经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100%，以40万元为上限。五、制定古迹城内南部区管理维护计划，本案改送申请109年度文字局补助。六、制定古迹大道城千秋街店屋惠德街53号日常管理维护计划，本案改送申请109年度文字局补助。七、历史建筑古建生故居日常管理维护计划，本案改送申请109年度文字局补助。八、历史建筑广和堂药铺日常管理维护计划，本案改送109年度文字局补助。九、市立古今城的新房日常管理维护计划，本案改送109年度文字局补助。二、私有化资产资本门，一、市立古今万华民宅门窗及歌子民宿修缮工程，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112万5988元。依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80%，以90万元790元为上限。二、市定古迹学海书院经高市中层木构件损害及重以防治紧急工程，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93万元。依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80%，以74万4千元为上限。四、三、市定古迹学海书院经高市中层规划设计案含因计划，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252万4300元，依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80%，201万9440元为上限。四、制定古迹或是古宅外墙及屋顶防水紧急修及地上修设计，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25万元，依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100%，25万元为上限。五、市立古迹祠福寺屋顶漏水修紧急抢修工程，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136万7835元，依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80%，以109万4268元为上限。六、市立古迹营收额北侧边坡挡土墙设施紧急修缮工程，补发砌石挡土墙排水系统，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306万7000元，依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80%，以245万3600元为上限。七、市立古迹新增制修复工程凤冠修复排水
及从里防治，本案改送申请109年度文史局补助。八、历史建筑乌女山庄修复及再利用工程，原则公益补助经费发算数为204万2166元，依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95%，以194万58元为上限。九、市立古迹中山基督教长老教会重以防治及其抢修工程，原则同意补助经费概算数为30万9750元，依前述经费概算数，补助额度40%，以123900元为上限。四、考量年度预算执行及补助效应，前阶核定之补助案应予签订经费补助行政契约后，方可办理发包作业。补助案执行期间，本局将不定时派员查核及指导监督。补助案如应付至109年5月31日，仍无具体执行成效，原核定补助之经费，本局得视情节轻重、撤销废止或纳入后续年度补助评估。五、重前所述，本次经分配后，私有文化资产补助经常的余额17500元，资本的余额39723944元，不含送申请文字局补助案，谈文字局补助同意补助，本局配额款为1330397元。资本的余额为2642万3547元。民办，你请同意备查前述核定补助结果，补助分配结果将公布于本局网站。以上报告。好，谢谢。针对这个报告案，各位委员有什么提问？列席的有没有要做什么？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那么本案就备查，好，进行下一个。本案经大同区公司街九巷467号历史建筑公告事项审议案说明。办理情形，安西街九巷4号、6号及临港安西街九巷7号街尾的是列色建物。本局于108年8月15日、12月11日办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会开。初步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本案经提送109年1月16日本省议会第122次会议审议决议登录，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拟办，拟请同意大同区安西街九巷467号历史建筑公告事项。一、名称安西街九巷467号店屋，种类宅地，位置或地址。台北市大同区安西街九巷467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安西街九巷467号建筑本体，建物为延平段3小段623，建物面积74.71平方公尺833，建物面积81.72平方公尺333，建物面积170.89平方公尺，建号及延平段2小段542，建物面积113.52平方公尺，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延平段3小段91、92地号及延平段2小段793地号等3笔土地，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五、登录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安西街九巷4号及6号为同时期建造，弧形砖做出圆柱，二楼立面皆有3拱窗及白瓷花瓶栏杆，骑楼拱廊二楼以上出入楼梯直通骑楼，呈现1880年代以后店屋开发形态与都市发展脉络。二、7号建物立面极为罕见，石梁雕刻山王图、英雄夺景题材，柱头及圆拱边饰精致，中央突出 Kingstone 装饰。一楼主入口的门窗仍为始建之副构造，内部格局保存完整，可见原始墙及油板构造，属本市较少见之地，艺术水准高。三、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第2条第1项第123款登录基准。
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这是航照图的部分，34年跟107年的比照。这是地形地级图及各建物概要。红色的区块是9巷7号，蓝色的区块是9巷6号，黄色的区块是9巷4号。这是4号的立面图，立面照片。这是6号的立面照片。然后这是7号的立面照片。然后这是七号的那个内部照。好，大家说明好。今天参与的哈有两位，来林家华，林家华先生，需要表达一些好心。各位同志，大家好。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历史建筑的话，我在102年的时候。已经有表达反对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房子的结构只是立面而已，剩下通通已经不复以前的那个建筑。所以说，我也在102年的时候有在文化局有陈述意见。那我这边也有，我这边重新的陈述哈。那请各位委员参加一下探讨一下哈。我是认为说，因为我们你们把我们列为历史建筑的话，是立面的话，那我们这个房子已经100多年了，你一定要考虑到我们住的安全吗？还有要怎么住的？要怎么说？你们反正历史那个建筑很。我们也尊重，但是你们考虑到我们住的安全呢？而且各位委员长，好好参考一下。而且顺带提的一下呀，这边讲的是6号、7号、4号、6号，那我这个是6号、8号要申请建筑那个违老建筑的话，你们这样卡关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申请违老建筑。那顺带一提的是。4号、6号、8号是同样同时期的建筑。你们如果说这六号跟4号的话，那你8号为什么没有历史建筑呢？它的这个原有的设计图也是跟我们4号、6号、8号都一样的。啊，请各位委员你探讨一下。好，谢谢林先生。另外林世信先生有要发言吗？没有。好，一件就是跟那个六号差不多一样，就是那个门面方面哈，现在保存还不错的，但是里面农场部帮我这样子。好，谢谢。好，我们委员有没有提问？那个来说明一下。跟主席委报告哦，这个审议案在上个月已经审议通过，身份部分，它今天是那个登录旅游及法律依据的审议。好，欢迎对，好，谢谢。你说这个的话，我在102年已经提出异议了。那你们那个刘维东，上次的那个刘维东给我答案了，他说好，撤销登记。这是要登记历史的建筑啊，那我里面有这个附件在里面，那给我答复的附件我在里面，那你们请你们参考一下。OK， 好，好，谢谢。那各位委员对这个部分的今天的这个审议啊，有关这个公告事项的审议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开始填写这个意见单。
福安大同区哈安西街九巷四号、六号、七号历史建筑公告事项的审议。那出席委员十三位，那十三位啊都同意，所以啊同意人数达到出席委员过半数以上。本案同意大同区安西街九巷四号、六号、七号历史建筑公告事项。好，下一个案。中正区国安路二号。等一下，我有问一下，事实上以后这个类似的，不要再提到审议案，因为我们上次已经审议通过了，只是他的这个理由啊，公告事项已经改变，因为这个用他报告案就可以了。我回到报告案，上次也是，这又要查。包主席问题，我们来处理一下，因为中央他们那边是一起，就是你当天投票当天审，因为可是我们的案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分两段。那可不可以啊？那公告理由跟事项的部分，哦，用报告我们来问一下。好，你好。他这个新委员的意见啊，这个请文化局。下一个案也是一样，下一个案也是一样，已经都通过了。可是又要再用一次，这个对，又要当时又跑一趟，好像这个是有点不需要。那怎么样能够把它？如果是用像今天这样用报告案，也许是比较合适。好，跟文化部了解一下。好，好，谢谢。来下一案。等一下，我还有意见。请问一下，你们把我们这个当成那个历史建筑的话？我在102已经提出了反对意见，那你们都不参考我们的意见吗？好，那个这样，你们有实际到我们家里里面的看看我们实际里面居住的情形吗？好，谢谢。那文化局的同仁，好，是不是主席对这个案子哦？那我们会第一个我们会辅导啊，对，那第二个是。我们公告以后，如果一个月内他有相关意见，可以请数月的讲去。好，那请那个文化局同仁这边哈，跟等一下，我还有意见。你们的话，你们补助过的话哦，你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说，哎，有什么补助，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达到什么协议？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这边等你们八年了。102到现在七年，我们得不到一句任何补助的话，得不到任何一句说啊，你们可以怎么改建的？我们的房子100多年，请问我们要怎么住呢？其实那个我们给身份以后会辅导，该有的补助或是减免也会跟你们说明，好不好？等一下啊，那你们说补助的话，我们在102的时候，每年所花费的那。所花费的那个漏水的那个费用如何计算呢？我们不管你们后续，但是你们这样的话，你们这样一下子，登录大家都同意，很谢谢你。我们的立面有值得保存的价值，我也很肯定。但是你们要考虑到我们住的安全的，对不对？我有送两张文件呢，我你请看看我家的那这个房子的那个，你们看看，我要看看里面的情形。好，谢谢。好，谢谢那个，谢谢林先生。好，我们文化局同仁也跟林先生说，要后续有关相关的这个辅导啦，啊，相关的协助的部分啊。好，谢谢。来，敬请下一案。审议案二，中正区国安路二号直辖市政府机公告事项审议案，请说明。本案本于108五月三十日接获民众函许，于108七月四号召开列车建物评估会，会刊结论新增国安路二号为列车建物，相关会刊记录相附件一。108年9月16号召开中正区博爱路二号24680的建物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刊，会刊
委会刊记录及委员仓附件二。那本案经提送109年1月16日本审议会第22次会议审议，决议同意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拟办一，拟请同意中正区博爱路2号直辖市定古迹公告事项，名称博爱路2号，种类为商店。三，位置或地址为台北市中正区博爱路2号。四，古迹集体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古迹本体为博爱路2号建物，建筑本体建物为中正区城中段一小段633建号，建物面积为256.58平方公尺，建物坐落土地为中正区城中段一小段359地号70平方公尺、360地号16平方公尺等2坪土地，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五、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为1935年经营改组计划之建物，地面保有四柱三窗形式，部分墙面保留13勾纹面砖，建物形制大致维持原始样貌。二、本建物23楼日治时期成为中央食堂，一楼为东京堂钟表店及草山循环巴士乘车点，见证台北市交通运输发展历史，具有都市计划交通运输节点意义。三、本建物临近北门铁道部、台北邮局、蒲台街洋楼等古迹，行构北门城内都市发展纹理。四、符合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2条第1项第1、3款指定基准。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本案有黄先生哈、哦、到场，有没有要表达意见？没有意见。啊，各位委员对这个案子有没有要提问的？好，请。各位，我想哈、啊，这个指定的理由哈、啊，顺序式的变更一下。第一个就是要接坡的价值哈、啊，坐落在这个地点的接坡的价值。第二个是街区跟建筑外形哈、啊，就外貌。